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第四段，名首除广共三昧门。这一段有18首偈颂，讲的是广共佛法僧三宝，这里面呢，这个广字范围很大，因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这个广共三宝啊，也就遍法界虚空界啊，一切众生呢都包括在其中了啊。那么天台大师给我们讲的，怎样才是真正的供养？前面呢，给诸位报告过了。因为时间关系，意思还没尽。但是这一段呢，非常重要。我们一般人呢，确实不了解佛给我们讲的真实意，开经记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大师告诉我们，真正供养佛就是依教奉行，这是真供养真正的供养法呢，就是你学佛有了悟处，得到真实的受用，这是供养法。那真正供养僧呢，是与所有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是真正的供养僧呐。这个意思你说多广？那么所有众生里面，修供养僧最重要的是愿亲平等换一句话说，头一个就是供养冤亲债主。冤亲债主用什么供养呢？只要你把那个怨恨呢放下了，那就是供养嘛。供养就是施舍嘛，舍什么？舍怨恨。用我们的尊重、敬爱、关怀、照顾，全心全力地帮助一切众生，这叫供养僧呐。天台大师给我们说出了如来真实意义我们应该要晓得你看看这三种真实供养都是自己自己的自信也就是佛在这一部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依教奉行是智慧是供养佛
啊，真正得受用啊，是自信信德的流露啊，那是供养法了。啊，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整个宇宙啊，跟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自自然然就和睦了。啊，绝对没有一丝毫的冲突，这叫供养僧，啊，这叫真正的六合敬呐。佛教给我们的，没有比这个更真实，也没有比这个更广大。啊，所以修行，修什么？最重要的随顺性的。啊，佛所教给我们的，随顺佛的教诲，就是随顺性的。佛的教诲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他的自信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信。自信只有一个啊，上从诸佛，下到地狱众生，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啊，还包括什么？包括植物、矿物，我们今天包括虚空法界，都是自己自信里面现出来的啊。怎么现出来的？这个道理很深。以后会谈到，啊，我们这个华严现在讲的是解分呢，啊，信解行证呢，解分很长很长，啊，像清凉大师分的呢，现在人讲单元，九会就是九个大单元，我们现在是第二个大单元。信解行证这四个大科这个科目啊，啊，第一个单元是信，第二个单元是解门，解门里面有七会，啊，就是七个单元，行门一个单元，正门一个单元，啊，解最多啊，七个单元。啊，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后面的经文很长啊，都会讲到的，宇宙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通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法实在讲啊，大学问呐。啊，所以我们综合佛陀对我们的教诲，从最初级的伦理教育啊，这是最初级的。我们今天烦恼这么重，毛病出在哪里？出在我们没有受过伦理教育，这出了麻烦了。啊，那是具体给你举出来，我只举出一个例子。啊，不懂得伦理教育，就是处处见别人过失，不见自己过。啊，伦理教育的就教给我们，不见别人过，只见自己过，这是伦理道德教育。这不是佛法啊，但是佛法是以这个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你入不了佛门啊。也就是说，你要想成佛，先要把人做好，人都做不好了，
你怎么能成得了佛呢？啊，所以做佛先从做人开始。啊，所以佛经里面呢，有很大分量的伦理、道德、因果。啊，那真正讲到佛教育的是哲学、科学。啊，这个在华严里面诸位看到的很多啊。啊，确实是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啊，那么我们啊，这一年又到了。啊，这一年当中你学到了些什么？啊，年年我们都在学习啊，在做功课啊。你这今年的时候想想看有没有成就。啊，我们所提倡的《弟子规》做到了没有？《感应篇》做到了没有？《十善业道》做到了没有？连每个卫士医生都知道，这一生的功课如果没有做完，会带到来生接着再做。什么时候做圆满了，等于说考试及格了，你才能升级。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呢，不是留级就是降级。留级什么呢？来生还到人间来，还继续去学习。如果做得太过分了不好，那就降级，降级就降三途。啊，人道降一级畜生道，降两级恶鬼道，降三级就地狱道。啊，有没有降三级的？很多，不是少数。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我们学佛首先就知道把做人的这个功课做好。愿亲平等嘛，我们怎样把这个冤家对头能够化解啊，化敌为友，化怨为亲，这很重要的功课啊！啊，要懂得做啊！啊，那么你们诸位看我啊，最明显的十年前。啊，这韩馆长往生呢，今年是十年。啊，他往生之后，我们离开台湾，不是我们想离开台湾的，是没有法子啊，不能不离开台湾的。啊，离开台湾，我写了六条。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这个也流通很广了啊。零一年我离开新加坡也是万不得已啊，没法子啊。我写了一首对联，除逆境随物缘，无尘灰业障尽消啊，出顺境随善缘，无贪痴复会全现啊，善学者呢，众生本是佛啊，这是我离开新加坡写的啊。我们就在这个功课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处在逆境，逆境是
环境不好，逼迫着我们。啊，出恶缘，恶缘是遇到的都是冤亲债主，啊，都是很不喜欢我们的人。这个环境里面没有一点诚慧心，啊，我们离开，啊，离开的时候是感恩的心。我在那里住了三年半，啊，他们照顾我三年半，每一个人都是我恩人，感恩呐，没有忏悔呀，啊，离开新加坡，我没有说那边哪一个人的坏话，没说过，也没有说那边道场不如法，没说过。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都看到的，啊，这就是我对于这个门功课啊，应该可以及格了，啊，一生当中没有冤家，没有对头，别人怨恨我不怨恨他。别人回报我不回报他。别人陷害我不陷害他。啊，我是反过来的时候是感恩他。啊，我感恩他什么呢？我是真的感恩，不是假的感恩。你们读了大乘经就知道了。啊，我在做学生，天天在用功啊，他们是来考试的啊，出了难题来考我，我都能够及格，都能够顺利通过，怎么会不感谢呢？啊，如果没有这些境界现前，我怎么知道我修行的境界到什么层次？不知道。啊，从这些考试我才真正了解，啊，我到什么样的层次了，心里很欢喜啊。啊，我每一天晚课，每一天讲经，都给他们回向。啊，我进在这个讲堂，我拜佛完了之后，一定呢，我要拜老师、护法，啊，这些人呢，通通都是我的护法，善人、恶人，全是我的护法，啊，因为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啊，顺境善缘对我们都非常友好的，啊，我在他那里学到什么呢？不起贪念，啊，换一句话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就对了。那生欢喜心错了，欢喜心是烦恼；生怨恨心也错了，也是烦恼。啊，就是在这个境界里头，把贪嗔痴断掉。啊，境界一现前，贪嗔痴马上引起，那是凡夫啊。那是从前呢，不是现在呀。我在没有学佛之前，这个境界现前呢，会起贪嗔痴啊。啊，从遇到张家大师之后，承蒙他老人家的教诲，我们依教奉行而供佛。啊，把自己习气毛病慢慢都改过来了，啊，最初是忍呐，
别人对我们没有礼貌，无缘无故的回谤我们，听了之后也很生气，忍耐啊，心里虽然不高兴，表面上还没有什么心思，忍耐啊，开始从这儿啊，以后慢慢进步了啊，慢慢就自然了啊，到现在完全没有了啊，这就知道自己这个功夫烦恼啊年年轻啊。贪嗔痴慢疑恶见，所有一切的不善没有了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了，都是善的。善的是与性德了相应，不善的呢，性德里都通通没有。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纯善、纯净。那是性德流露啊，这个是应当要学习的啊。我们这一生做人的目标啊，自从遇到佛法了，这个目标才算是正确了啊，方向目标正确了，我们是走成佛之道啊，或者是讲呢，我们本来是佛嘛，我们走回归之道，我们本来是佛啊，迷失了自信的，走到六道三途啊，走错了，现在回头啊，如果还继续错下去，那个麻烦可大了啊，六道苦三途更苦啊！啊，所以善学的人、会学的人，你常常要记住一句话：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自己是佛，我自己也是佛，他们自己也是佛。平等平等，无二无别。那今天我们堕落成这个样子，惭不惭愧啊？在逆境恶缘还会起嗔恚心，还会怨天尤人，错了，你是真错了啊。啊，这个顺境善缘你还起贪心这样的心态呀、啊，你到哪一年才能入佛门啊？我这个路子走了56年，我是个过来人啊，经验很丰富啊，很清楚，很明白，我走出来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我有信心啊！我句句话肯定没有模棱两可啊！啊，提供诸位做参考。啊，我能够走回来，你们每一位个个都能走回来啊。所以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啊，善导唐朝时候人，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啊，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老人家有一句名言：“念佛求生净土，叫万修万人去。”啊，那么他既然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这个话就是阿弥陀佛亲自告诉我们的。
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啊。可是经文一展开，你首先看到啊，善男子善女人啊。什么叫善男子善女人？没有恶心，没有恶念，没有恶言，没有恶行，那叫善男子善女人。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像善男子善女人这一门功课上啊下功夫啊，我要做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把我所有一切不善的习气统统改掉啊。那么你念佛求生净土就有把握了，决定得生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那么我们把标准拉下来一点啊，人不是圣人，还是凡夫，这个我们要承认啊。凡夫看人，这是我们世间圣人教给我们的啊，是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啊。你每一天接触大众，甚至在家里面啊，好啊，这个人很好，你很喜欢，你要知道他的缺点，你要知道他不好的地方。那你的冤家对头啊，处处是回报你的，讽刺你的啊，这个对你是不善啊，不善人，你要知道他的善处啊。为什么？九法界众生，你要去找恶人，那个恶人一个善念都没有的，找不到那个善人呢，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你也找不到。所以啊，九法界众生呢，都是善恶混杂的。我们自己也是的。啊，你要能常常想到这里，你的心就平了。啊，所谓是，人非圣贤呢，孰能无过呢？过而能改啊，善莫大焉啊。人最可贵的，我们一般讲开悟，这个开悟有很多讲法，很多层次，讲到最低一级的啊，最低的开悟是什么呢？知道自己的过失，这叫开悟啊。知道自己过失，再能肯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这真修啊，真悟啊啊。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呢，我们的开悟修行就要着重这样的标准啊。修行再往上提升呢，然后你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别人没有过失，自己有过失，那你的功夫就很得力了啊。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超越六道啊，往生净土。生净土就是做佛，你决定得到啊。如果你违反了佛祖所说的这个原则啊，《坛经》上慧能大师所讲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还常常看到世间所有人这个有过失那个有过失，你违背了佛祖的教诲，唯一只有佛祖教诲就
就不是供养佛。真正供养佛是随顺佛祖教诲，那叫供养佛。啊，这个境界就高了。啊，所以我们先要了解，人人都有善，都有恶。啊，所以善人呢，善多恶少。啊，恶人呢是恶多善少。能看到这一点呢，学问呢真是有学问的。啊，那我们现在一般人是糊涂人，他看人的时候都是看人的恶善没看到，其实那人善很多啊。啊，80%善呢，20%是恶，他就偏偏看到了20%，他看到了，那80%善呢没看到，所以他就肯定那是个恶人。错了，冤枉人呐、啊，冤枉人有没有罪呢？当然有罪。啊，所以这是现前一般社会大众啊。所获了的啊，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还有嗔恨还有恐惧还有好药，我们本叫好恶，有喜欢有讨厌还有忧患，这不得其正啊，你的心不正啊，你的心邪了，你的心歪了，你的心坏了，你自己完全不知道啊。那不知道，佛法里头还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玩味的啊，哪一句话呢？佛眼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阿罗汉看一切众生都是阿罗汉，善人看一切众生都是善人，恶人看一切众生全是恶人。你就想想这味道，你看到这个坏那个坏，谁坏？自己坏，恶人，恶人看一切都不顺眼。这个话很有味道啊，这是真理啊。是故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那我自己纵然过得很不如意很不自在，不会说是老天爷对不起我啊，我这么样一个好人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苦我们学会里头现在有几片光碟，于尽义工日造神迹啊，那么正好现在过年，希望大家呢这个除夕啊大年晚上家里团圆呢，把这个几片呢，好像只有4片是5片的样子，不多啊，4-5个小时这样，你把它看一遍，非常有受用啊。他在没遇到造神之前总认为自己很不错啊，看到别人都不顺眼，天天是以为啊老天爷对不起他，所有的人都对不起他啊，结果遇到灶神，灶神给他一开示，把他的毛病通通指点出来，他这才恍然大悟啊，是个读书人，很难得，从此之后啊改过自新啊，一改过自新，那他的命运全部都转过来了。那你就晓得
以前受的那些罪是自己造的，自作自受啊，与老天也没关系，与人也没关系啊。啊，错误的一个观念，让自己过那种悲惨凄凉的生活。啊，以后一转变的时候，人人都是好人。众人看到作恶的人呢，他不怪他了，不责备他了，生怜悯心。啊，能够懂得为别人呢难过，啊，自己命运完全改过来。啊，他要活到80多岁。这个非常值得看，那个故事的精彩超过了凡四训啊，所以可惜的呢，就了凡先生把他东西留下来了，于建义先生自己没有留啊，是他的同乡晚辈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写成一篇传记啊，现在根据这个半集这传记啊，这个拍成连续剧啊，那我现在让这些做连续剧的这些同学们呢，希望他们不要做长篇，越短越好啊，因为我们是教学，我们不是娱乐啊，希望在这些真实的教诲里面，我们能够觉悟，能够回头啊，这样就好了。天台大师告诉我们，他讲得很高，讲得很深，像昨天最后跟一段跟诸位讲的啊，我们用智来求啊，这是讲学佛了，若以智求啊，智则成解若以心照呢，照在离境，离境什么叫对立了，有能照有所照就对立了啊，对立是什么，对立是边界，你看看啊，佛法修学最低的这个层次，见惑不能破啊，见惑不能破，你就入不了门呐！啊，大乘入门，我们《华严经》里面初信为菩萨；小乘的入门，须陀洹。你达不到啊！所以说，这两种方法来去学佛，全都是隐士。这个隐士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那怎么办呢，要用真心啊，会用真心的人呢就入佛门啊，真心是什么心啊，我们这个讲堂对联上上联就是真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真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你真心里头本来有的，就不要学，学不到啊，真心里头本来有的，我们现在全丢掉了，哎，说老实话并没有丢掉，迷了啊！迷了的时候，
起作用还是真心啊，真诚变了什么呢？变成虚伪了。要晓得虚伪跟真诚是一不是二，你要是悟了啊，虚伪就是真诚，迷了的时候真诚变成虚伪了啊。你看我们现在迷了，迷失了自信，把清净心变成染污啊。什么是染污了？六根见到外面境界全见到是不善的，就染污啊。啊，刚才讲的时候啊，会引发你的愤怒愤恨啊，引发你的贪欲愚痴啊，共高我慢，它引发这个东西全是错误的啊，清净心里都没有的啊。把平等变成傲慢，变成自大，变成狂妄，你麻烦不麻烦啊？那个正觉变成糊涂啊，慈悲变成自私自利啊！你要晓得这个的烦全离不开真心啊，所以迷了之后啊，真心就变成错用了，扭曲了啊，所以烦恼不能断的，烦恼要断了，那真心也就断了，那你这个真诚清净平等也就没有了。所以什么转烦恼为菩提啊，再把它转变过来啊。现在我们这个真心的时候扭曲了歪曲了啊，变成很多不善了，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佛菩萨看到我们众生呢起心动念一切不善呢，他很安详啊，他一点波动都没有。为什么？他晓得那就是他的真心，迷了之后变成那个样子啊，可以恢复啊。这个变形的东西啊不是真的啊，真的东西永远没有变啊，确实没有变，这个你要晓得啊。变形是你自己以为变坏了啊。外面呢，外面是佛菩萨看的时候没有，佛菩萨看到你正面的啊，看到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永远是这样的。你就在阿鼻地狱还是这样的，只是你自己不觉得啊，所以扭曲是自己扭曲，与外头毫不相干。人要真的明了这一点的时候，才不会怨天尤人，才承认哎，我自己错了，别人没错啊，你这才回得了头啊。那么你在道业学业上，你才会有进步。啊，所以说若了真心呢，自然无心何道啊。这讲真修行的，真修行用不用智求啊，用不用心照？不用啊。可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境界呢，如果你要不用的话，不用永远堕落，永远糊涂啊。那你要用的话，用的时候一定是大师所说的啊。那么就是你要智求，智在尘劫，就是什么呢？就是啊，你增长了所知障，哎，你要求学就变成所知障。那你要是用心照的，你就变成烦恼障。为什么？你不会照吗？你不会求吗？啊，那为什么那些这些罗汉菩萨，为什么他们能行？你也想到什么叫罗汉？罗汉是把执着放下了，菩萨是把分别放下了，所以他的智求他的心照是正确的。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现在的麻烦的是错在哪里？错在我们没有把分别执着放下了。啊，《法相宗》里面讲的很好啊，转识成智，我们没转，我们用摩那，摩那是执着，我们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分别。你看我们六根接触起外境，起心动念是不是用分别，是不是用执着？那你永远就不会。佛说的没错，我们还是把它搞错了，把它想错了，把它用错了。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还怪佛，还怪菩萨，菩萨没有保佑我，菩萨不灵，不知道问题出在自己啊！什么时候才能搞得清楚呢？古德有一句话，文法不多，学教太少啊，那么由此可知，经教啊，是入门的一个手段呐、啊，是世尊呢、啊、帮助我们的一种善巧方便，我们要知道。多听经，多学教，听经学教呢，不要忘记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的方法，那就是立言说相啊，看经呢是文字，立文字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他说这三句是什么意思？跟放下分别执着是一个意思，说法不一样啊，事情完全相同。你不要执着啊，你听经你看经不要执着文字相啊，不要分别那些名词术语啊，不要想它的意思，心缘相你不要想它的意思，就是立分别立执着啊，华严经讲的简单，直截了当啊。你要是不能够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没法子入门了啊。真正入门呢，一定要放下分别执着，难啊，不容易放下了，少放一点嘛，一天放一点嘛，这个可以做到啊。首先从哪里放呢？不见世间过，在不见世间过里头，先要学不看见别人的过失啊。这种不能说不看见，看见别人过失，不要把它放在自己心上，不可以把它放在口上，你先学这个啊。他有个故事与我不相干啊。你看这个道家所讲的因果啊，是自己负责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自己负责，与我不相干嘛啊。他造业与我什么相干？如果我看到他造业的时候我很生气，与我就相干了。他在那造业，我把他的业接收过来了，你说你糊不糊涂？这个不是聪明人啊。啊，他要造善我们生欢喜心，我们接收过来可以，他要造恶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接受啊。你怎么把他拦着变成自己的呢？啊，
放在自己这个善心里面的良心嘛，啊，善良的心，善良的心变成所有不善的人的垃圾桶。你是聪明人吗？你是有智慧吗？啊，真正有智慧的人怎么会干这种傻事？啊，那真正高明的人，是你没法子想象到的。高明人见的什么？见如不见，他心里都不露痕迹。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他清不清楚？清楚。他呢，就是照见。像这个《心经》里面所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是照见，他不是知见，他是照见。照见是心像镜子一样，啊，镜子照面照很清楚啊，有没有留痕迹？不留。不但是外面境界没有了，镜子干干净净，外面镜正在照的时候也不留痕迹。啊，佛菩萨用心就像镜子一样。啊，所以你看，转世成智之后啊，阿赖耶叫大圆净智。你得懂这个意思啊。啊，那个时候你的心呢，就像一个圆圆满满的镜子。把整个宇宙照得清清楚楚，里头痕迹都不露。啊，没有转世成智之前呢，阿赖耶是个垃圾桶。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善的他也落，恶的也落。啊，是个大垃圾桶。啊，觉悟之后，原来它是一面镜子，痕迹都不着。这个要知道。啊，所以自自然然的，用不着用智求，也用不着起心照。啊，自然的。无心何道啊，这个无心就是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啊，道是真心的，是法性的，是法相啊。啊，何道呢？在言语道断，无心呢，心境俱开啊，心境俱闲呢。啊，闲是什么呢？没事啊。啊，心清净，外面境界也清净。啊，这个无心，记住，无妄想，无分别，无执着。无妄想是佛。有妄想，无分别。无执着是菩萨啊，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都超越六道轮回啊。那我们凡夫是什么呢？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那在这个六道里头出不去。六道有六个层次，苦乐不同啊啊，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各个人不一样，所以烦恼习气有厚薄不同啊。你在这个六道里头啊，你感在哪一道也不一样啊，所以善恶都不清净，是染业不是净业啊，还有善有恶，还有这种念头，
出不了六道。啊，阿罗汉没有善恶的念头，所以他是净业。啊，我们今天想这个善那个恶的时候，善恶是两边。啊，到什么时候，你能够一下悟到了善恶不二啊，那就恭喜你了。为什么？你已经成菩萨了，在阿罗汉之上。阿罗汉不执着善恶两边，他还有分别，他还不能到不二，善恶还是二法，还不能到不二啊，但他不执着啊，善不执着，恶也不执着啊，这能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佛法了，直截了当啊，视众生令之自由啊，这就是智慧德相，你自己有啊，顿入凡圣平等真源呢，名为出离啊，出离是什么？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就出，就出，就出离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一首偈就学到此地。